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子乐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基本的节奏，加上左脚 high head 的踩踏，然后主要是左脚 high head 的部分。为什么会讲到左脚 high head 部分？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在打节奏的时候，他们右手打在 right 上面，左脚 high head 都是没有去做踩踏的动作，是有点可惜的。因为左脚 high head 踩踏可以让你的节奏甚至过门，其实打起来可以更有律动，也会更稳定。我今天主要会讲十个节奏，然后这十个节奏都非常简单。我的右手会打在 right 上面，是打八分音符，固定八分音符。然后左脚的 high head 会跟右手同步，也是八分音符。所以我的左手小鼓的部分就会落在第二拍跟第四拍的正拍，然后大鼓先不要做踩踏的动作，所以听起来是。所以我的双手跟左脚是固定的，然后我的右脚的部分，很简单，右脚的部分都是在正反拍，不会有在切分拍的部分，所以打起来也是非常简单。好，我今天就示范这十个节奏。以上这十种节奏都练熟之后，就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，比如说改切分节奏，或者是加一些移位过门进去，然后主要左脚 high head 还是八分的稳定的踩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更有律动，然后更稳定。